Alright. 这怎么 N 哥？然后你一直在叫，很奇怪耶。哎，疯哎！今天呢，要带马塔塔回家跟妈妈庆祝生日啊！马塔塔，很久没有回家了嘞。等一下，你要看到妈妈，你就要讲生日快乐，安迪。不是妈妈，她也是叫妈妈。OK， 回来喽。阿姑呢，在哪里？阿姑呢？阿姑，哥。哎呀，她卡住了哦。你快点来帮我。你们看她的指甲，勾到那个毛毛的东西。谁叫你抓抓抓？那马达达来了！马达达有！哎呀，有妹妹在咬我哟，我怕你哟！回来！我怕你哟！哈哈哈！怕你哟！你跟他冲凉啊？冲凉。我们怕他的，哪里去了？在你后面。我们怕他们，他们跟在后面。我很惨的嘞，呦呦呦呦，呦我们怕他，呦呦呦呦，他现在在炸点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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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。你看他的指甲。干嘛？干嘛？那个线。嗯，抓抓正经的，他咬我嘞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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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怎样好？哎呀，姐，你长得这么惨，哎呦，可怜哦。你看阿姑那里这么一直追人家的屁股，你看又去，你看他又去追他的屁股，又追屁股，追屁股，屁股，跟着。他是两家公的。哎呦，阿姑那里还没有礼貌，一直秀人家屁股，我秀你屁股看，我也秀你屁股看，我秀你屁股，我跟你屁股，跟住你屁股。看见了，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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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许愿先。许愿哪要许愿？讲两个，一个不可以讲。我不会讲嘞，我都。讲快点，两个，两个。快点讲，我赚多多钱。哎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每个人都爱主了，爱主，最重要了，吹吹吹，非常感谢大家都在留言区那边放很多个 comment， 跟我妈妈讲一声生日快乐，然后我在这里也代替妈妈跟大家讲，谢谢各位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最重要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，小孩子快高长大，要孝敬父母啊，这个是我妈妈讲啊，我只是用她的本子，我的腰到现在都还没好，这个腰哦是在那时候我不是举办那个拳赛，我有去参加拳赛嘛，乖乖乖，我记得应该是做一个动作叫做 squat， 然后拿着那个很重的哑铃啊，我记得是做这个啦，第二天开始我那个腰就很痛，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好过，然后我也试过去看很多医生啊，看很多中医啊，基本上都没有多大的用处，我每一次很迟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腰，因为我不能平躺，只要我一平躺我的腰就会很痛，只能侧睡，然后我的脚是不能眯起来的，一定是要有一个枕头给我夹住，在这个骨盘这个地方是很痛的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很难睡觉，我是那种痛到累了才会睡着的那种。那么就给你们看看一下，我之前在沙捞越的时候也是有去弄过一个，给你们看一下当时的画面呢。哇，
这怎么 N 哥？然后你一直在叫，很奇怪耶。好美。会痛吗？还会看一下，应该会痛。就会有，就是有那个积水，然后把它刮出来。哦。要不然它就挤在那边，有没有感觉到一粒粒的？有。啊，就是那个它已经起了。起了嘛？对。起。哇！我给脂肪。这可以给安安家可能会瘦。我以为你肯定会瘦。像我天天来。吃好料的时候就补回来了。瘦在很低了，哈哈哈哈哈。我看你平时就已经不通了。平时已经不通了。啊，已经是不通了的身体。哦。那边有一粒东西。都灌到酱了，你没有好感觉好一点呢？就刚才伸脚的时候比较没有那样痛一点哦。是吗？他一定有受伤。哇，你看。哦。Let's go！ 我站在演的国家，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。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，我的骄傲。Yo， it's hot in here，